姹紫嫣红的蝴蝶兰，丰硕饱满的黄金果，娇艳欲滴的桃花。农历春节临近，逛花市挑选年节花装点住宅是香港流传多年的传统习俗，取意花开富贵，春意长存，更寄予了香港人对过去一年的感恩和对新一年的美好期望。日前，中新社记者在位于香港油尖旺区的旺角花墟看到，临街花店已摆满各色鲜花盆景供市民选购，除一些经典款外，还增添了不少新品种年花，赋予了不同的吉祥寓意。它叫招财进宝，OK 的，个个都好喜欢，因为它很特别，好像一个元宝一样。咁呢一個咧就叫做金虎，因為今年係虎年，虎虎生威嘅意思。佢顏色特別咯，個個一見到就係好吸引人哋睇咯。但係都靚嘅，即係佢比往年嘅蘭花係特別啲嘅，吸引啲咯。就是這個果咯，比較也好，五代同堂也是比較好賣一點。好意頭，對。连日来，香港疫情持续反复。1月14号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延长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至2月3号，并取消期间所有大型活动，其中就包括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。因而，作为香港最大的鲜花零售集中地，旺角花墟就成为疫情下香港市民提前采购年花的主要市场。有花店店主对记者表示，今年许多顾客提前来花市选购年花。即今年啲人係早咗出嚟買嘢咯，往年就冇咁早，就係咁咯。都係擔心遲啲會即疫情關係會遲啲多人咯，咁所以個個今年都提早出嚟買，係唔想太逼啊。提早咧採購那個花，對，比以前是提早了很多。疫情的變化不一定，所以可能會看早一點買了。如果疫情再爆發的時候呢，就不用去採購了，或者是我們到時候也不會開店，也不一定。这样子很难说了。记者现场看到，沿街商铺人头攒动，市民佩戴口罩，有序选购心仪的鲜花。考虑到提前购买鲜花需开至农历新年，因而一些培育期、绽放期较长的品类也备受消费者欢迎。兰花跟这个富贵竹，因为每年都要买了。兰花，因为我喜欢。一个礼拜前都买了。兰花，花开富贵咯，因为它开得好耐噶嘛。你保養得佢好咧，佢起碼有6至8个月嘅壽命。即係相對是始終啲花喺度，就是價錢比較便宜。無論是辭舊迎新、去歲納福，還是慶賀青春、祈願安康，對受疫情嚴當影響的香港人來說，一盆盆年花寄托了他們對新春的祝福，亦是對來年意趣春來的美好願望。咁新年呢，有啲氣氛啊嘛，等間屋入邊熱鬧啲咁樣樣。咁而家冇手拎啊，今日買住兩盆，而家買平少少，係啊，越嚟就越貴，都是取渣啦，不用再帶啦。希望可以快點通關，還有就是去外面玩啊，因為想人緣好一點吧，因為也是自己做一點點小生意，因為停業，因為我們這個時間是最忙的時候。没办法，只要身体健康，钱的话可以慢慢赚吧。疫情快点好，然后的话就是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世界和平。